总该心中成长，悠闲的话长成古老的医学，起了心底对话，医疗尊用，天天来一佛心的煎饼，不夸张，不玄虚，运心的一草，付出一次天使的爱情，祈祷你从真就光荣，用真诚的心给医学新天地飞个希望的图，给医学新世界真一个希望的苗，让远远的过河以前进更新复苏的热潮，必定志向抬起头，我们的双肩膀担得起肩，金钟吃得消，花得了，我们千锤不裂，不只是钢筋，是精英，是火炬，是明星，要忠贞传统，再现光明，新一朝的人子，靠我们全力来推动。它叫做一曲唱出我们的使命，非常的感谢大家继续努力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学长学弟，大家一起来，马教授的精神永远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我要告诉马教授，中医系越来越有出头了，这个学生每一位都很用功，越来在医界啊，在国家工作越来越盛大，越来越发扬光大，你放心。不错啊，像高盛都没有来，但他的侄子高仲贵搞那个真刀就不错啊，他跟小真刀啊，小真刀啊，他跟刘锡凯他